岁大姐大春英节遭判坐牢三年，前夫惊爆20年前已离婚又中风。查某的唱歌，这个恁爸听了上好听。嗯，听伊歌是一种人生的享受。朱大哥和一行龙赞声的女明星，就是代表作《风吹沙》嗨嗨零星的歌坛大姐大陈盈杰。10年前被指控教唆伪造有价证券一案，全案定验3年2个月。今年69岁的陈盈杰也得服刑入狱。唔通太认真，收到会惊。非常仓促啊！所以还是会再继续上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说老实话，像那个什么柬埔寨那个杀人，十公块交保都没事情。他这个又说老实话，从头到尾就是九五这一代在混混蛋在搞的啊。陈盈杰被判刑，丈夫是相当气不补，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，除了透露陈盈杰的身体状况，也顺势说出早已离婚的事实。他已经忘了一干二净了，他现在几个人讲什么他还不知道。他现在是已经有失智的状况。对，会长严重啊！现在中风的话，一下子两三年前中风嘛。嗯，现在好了。对啊。我们早就离婚了，没有啦，没有乱报的啦。离婚就算了，离婚就算了，就是离婚。当初律师说，最好是跟姐跟我两个伴侣比较好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不要怕他影响到我。身为陈盈杰好友的冰冰姐，针对本次事件也是连连哀叹好几声，表示叹息。他为什么会缺钱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好可惜。我只是觉得一代歌后这样子。让我觉得有些心疼，不应该是这样，请他加油。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, it's a car. 相信冰冰姐的加油打气，盈杰大姐都有收到啦。这不是阿妈的，天顶的电动兵呀。